所以，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许志豪，我是曾田 ，Hello， 我是大宝，大家老大。我们现在的所在位置呢，就在台北市的松烟文创意义空间的这个展场里头。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借由直播呢？把这里这么棒的一个展览呢，我们要放送到全世界给大家，对不对？大宝来说说看，来。因为咧，咱这边哦，就是咱台西五条港安社府，咱前个有办这个七条的这个安社大酒啦。啊，但是呢，哇，这么盛大的一个宗教庆典呢，我们这次呢，啊，真好，把它透过现代光影特展的方式带到我们的松烟这里，会当好愈来愈侪人知影讲哦，原来咱传统这个做酒，原来咱张立木三千岁，它这个文化的意涵是什么？甚至在这个七条酒，这个在宗教界就是非常非常盛大难得的事情。咱若无用其他所有的方式，尽量甲留来，互更加人侪人知，就拍算诶。所以讲，即回即个展览非常的特别，就是讲咧，咱从传统的即个宗教的文化，咱来结合着上新的科技，我们要做一个新的呈现。现在呢，我们就先有网络上的直播，那由志豪、大宝、曾田，我们先带大家来一个 cyber tour， 好不好？来，我们先这边走。好，我们现在第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标题“安西大酒”哈，这个伫个森林哈，五条港台西五条港这个安西府，迄当讲是咧咱非常重要的一个王爷信仰的一个中心啊，张李莫三位王爷公哈。可以说是呢，当地人上界重要。咱知影讲吼，台西人，迄个所在台西是非常路途遥远吼。人拢讲，迄已经是风头水尾啊，已经是非常偏僻的一个小地方了。啊，但是咧，吼，迄庙够大间的大间咧。是啊，那大家这么虔诚咧，因为呢，三位王爷公会当讲是。保庇着咱在地啊，即个居民的咱讲吼，生活啊安定哦，啊有即个健康，这是大家上界基本的即个要求。所以讲，三位王公非常的领先。我们总共哦，包含在2020年呢做过三届酒，对不？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特别要讲到的哈、哦，来护国清教。冥冥之中，张李莫三千岁都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以祈安护国佑民的信仰核心，带领信众安然度过困境。这一点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头一回是伫民国63年，第一摆的时阵，那时候是什么事情？那时候全世界就发生第一次的石油危机，最严重的哦。第二届，民国84年，1995年，还是台海危机。第三届就是当时，今年是2022年，对不对？对，就是呢前年啊，25年后，在25年后嘛，前年2020年嘛，那时候呢，王爷公下旨，我们要来建教，结果也是疫情正要开始蔓延的时候。那一次我有去参加、所以那时候就会感受到、因为疫情的紧张，可是大家就是非常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平息，所以都很虔诚的去找张李莫三千岁、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咱看到讲吼，咱这个因为做酒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要动用非常大的精神、人力、物力等等，它在科仪民俗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大科仪啦。所以讲，咱看到讲王爷公。只是要做酒的时候，一定吼都是冥冥之中啦，伊拢有守护着咱啊。嘛，拄好这大代志咧，就着咱王爷公做酒来替大家消灾解厄安尼啊。对，不过大宝即马讲啊，伊讲做酒，伊讲科技，真侪人听无哦。什么是做酒？什么是科技？咱的展览就别甲你讲，来，我往这边走哈、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做酒是啥？是道教设坛祭神的仪式。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科仪。那什么是科仪呢？我们要用白话文让大家来了解。展览里面一开始也跟各位开宗明义就讲到了啊，坛科仪来坛在民间信仰中是指祭祀的高台，所以它是一个建筑，一个高台。咱常常拢讲吼，咱设红坛啦，咱大坛啦，其实设一个坛就代表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慎重。尤其咱做酒的时候，迄酒坛超级大、超级华丽的，是，非常盛大。
对，那刚刚讲到科仪哦，科仪我们再用白话文让大家了解一下，是道教法事当中的仪仙，好，那叫做科仪，这样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所以他这一次把这个展览啊搬来台北，就是让不清楚不了解的人一目了然，就知道哎，原来我们平常参与的这个建教活动是什么样子的活动。对，像这个真田本人是住在天龙国里面，对不对？我是台南人。啊，你台南人？台南。哦，对对。天龙是一啦。我坦白讲，要不是我主持过宝岛神很大，其实加这我马龙听不，我想要去接触我都觉得很难。但是这一次的这一个安息大教的神音北巡的这个展览，真的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好一个好的机会，哎。入门来了解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科仪，而且呢，除了说在这边呢，除了看宝岛神很大长知识以外，直接看展的方式身临其境，咱就会当熟悉讲一些很原本在民俗里面比较难的事情，底下拢就简单呢，简单明了，哎，很容易就吸收哦，原来我们生活的文化有这些东西，而且这边很好玩哦，不只是认识这些科仪而已哦，哎，这是什么？来。我最喜欢这个了，你有看啥不？令牌。小人退散。哇啦！你有小人退散？无，你无先甲大家讲这是啥？这哦，这就是咱那个，咱在做酒的时阵，定定有这令牌啦。哦。啊，可是借由这个现代展的方式，它有一些其实蛮有趣、好玩的打卡景点。我看要跟啥哦？财富也有啦，风调雨顺。哦，你最不缺的就财富嘛，对不对？所以你用不到这个。你最多钱的。不是这个。你这个不行啦。这个赵哥。我是缺这个啦，我是缺是我女友啦。哦，我希望翁牙公波比瓜瓜跟我女朋友，我已经四十二岁，更加被派去啊！哦，赶快给我女友，这个我最重要啊！你缺什么？我要小人退散啊！你不是啦，你有犯小人哦、喔。好了，这个啦，好了，是我男友啦。对，这次的展览有一种高处的所在啦，因为呢，你知道现在打卡点啊，哦，你可以在这边打卡，然后留下一个非常可爱的互动的这个照片，好，所以大家来这边就觉得学知识也会很好玩。我们继续再往前走，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展览非常棒的地方，我大概也让。哎，从入门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科技，什么是做酒，对不对？我跟你讲哦，知影来看这个展览的人，当讲是内行的。你来看现场这么多观众，咱先去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观众朋友跟镜头打招呼。大家好，你今麦就镜头啊，吼、哦。来，这里最后评论呢，就是今天齐聚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来一睹我们今天展览的精彩。都要治好，跟大家讲哈，一开始吼，大家。写在公写的基本呢啊，什么是护国的清教，什么是做酒，什么是科仪，除了这以外，咱都会当伫现场看到非常珍贵的文物。哇，这个很要看哦。太厉害了，这个实在是。哇，来，中这个合作厂。百年香大。香蛋。但是咱常常看到香大，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去把香火带回来。但是咱安生这香大根本是一座。非常精致的艺术品呢、欸。以前啦，以前百年的香蛋哦，我有各位看一下，伊所谓百年多久的历史吼，伊是伫个这个民国十七年，今年几年啊？111。对，伊是民国十七年，迄当阵伊阁写一个啊，昭和几年啊？啊，昭和3年。3年，好，我先让镜头看一下，你看它虽然已经是一个百年的文物哦。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它的整个的做工非常细致，非常的细致。再看到旁边这算一个 set， 一组的啦，一组的来，大宝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哇，这其实呢，看到这篮吼，就是古早时阵，咱若要进香啊，咱的香火伫香坛内底，但是千里迢迢啊，这里面需要的素茶啦、贡、哦、麻啦、等等的拢伫遮，但是志豪哥，我讲这上趣味的物件来，哎，是啥？这厉害，这厉害。这是咱今麦咱安西湖做这个盐香，盐香哦，因为这代表上面，这代表讲我若讲我千里迢迢，咱为台北来去咱五条港安西湖拜拜，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呢，就着哈这个盐香，我就可以把这个带回我的家里面，哦，延续一下老祖的那个神通。而且呢，这代表说我用的这支香，这张香啊，跟咱的庙王爷公用的是同款的。这个简单讲嘛。
我们套一句现在人的用语啦，哦、我回去了这个店里，我就跟这个安师傅里面王亚公的连线啦，这蓝牙就给连线啊，这就大机。烟香是什么？顾名思义，待会大家看一下这两字哈，烟香就是啥？延续老祖祝神通，香火达天老祖在，它就是一个延续，一个连线。比 WiFi 还强的连线，这个都是。这个 WiFi 免插电，这个、WiFi 免插电，点香就好。对，啊，你刚刚看了这个百年香灯，哇，这个真的要特别跟大家来讲一下，这是什么呢？来，真甜。锡制的斗灯。讲正经的，咱常常全台湾四界安尼行大咧看啊、看到足侪人有在咧拜斗、但是我第一界看到讲这个斗灯会用写做的呢。正经拢是看到用茶做的，啊，这写做的是第一摆看到。对，因为为什么难得，你知无？因为锡写这个材质其实是非常难加工的。哦。很难加工，而且它的那个点火的好像不太好，你里面那个什么火点吗？还是？我的意思是讲，这个刀店来你甲看，这些所有你看到的说这么精致的凤凰啊，还有它上面的雕龙画凤加钉钉钉钉，只能用手工，因为锡太软了。欸、但是这个刀店不是最近做的哦。这是五十几年前第一届做就民国六十三年的时阵做的，哇！可以保存到现在，但是这首歌你没有发现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用这么高级的一个做法制造工艺做这个香灯跟刀灯、这就是呢大宝有看到这个展览的重点，你再想看看，包括这个香灯一百年的文物，现在这个、锡制的斗灯五十年，你再想看看、我们回溯到当时候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尤其是台西这个地方，坦白讲，咱要赚一个当哦，吃会饱的这个薪水，这个收入都非常不简单啊。也唔过呢，只要是王爷公需要的，咱大家拢一定要甲用上好的材料，用上好的，咱的手工要甲用上好的，这就是代表咱台西人的虔诚啦。就是他们再怎么省吃俭用，都要让王爷有最好的东西来使用它。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这台西人他们对王爷公有到底有多么的虔诚。你看，五十年前就用到锡制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么精致的木刻雕工，就表示，因为我自己有去现场参与过，我完全可以体会到台西人他们到底对这间大庙是有多么的虔诚。对，那不如人说嘛，那刀钉吼，啊，刀钉内底是什么货？因为你要看，咱刀钉顶头有加刀啦，有这个无同款的吼。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你若看无外远，因为咱现场的设计做大心的，保证互你了解。什么叫做刀钉？这是古早人进入元宇宙空间的 APP。这其实就是一个连线用的啦，因为内底有，譬如讲有笑啦、有剑啦、有米啦。这个刀钉代表意思就是讲，我伫规个科技内底，我把所有的功能集结在一个刀钉内底。你看这么多种功能，就是说你现在下载一个 app，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可以使用的方式。对，你要跟神明有通，你要跟神明求代志，我要求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事情要办理，哎，请一座刀钉一次完成。好可爱哦，他把它用成 A P P 的方式。所以我们快速看一下 ：B 道、刀伞、北米、刀钉、好、波伞、剑、嘎刀，这种我们的艺术，比如说剪刀，剪除妖魔鬼怪的阻碍干扰，除虫平安，耍毛意义啊，断无名欲望念想，回归心境平和。这个剑是啥剑？照妖辟邪，让负面阻碍显现退散。所以说里面有很多过去的人的这个智慧，它在里头，它除了是一个艺术品，它也蕴藏了许许多多的文化的宝藏在里头。对，那两句很重要，结论那两句最重要的，来结论啊，我们来看一下。斗灯是集结了多面向的消灾止福法器，而不同的科仪有不同的功能，运用正统的道教科仪就可以接连宇宙秩序，启动应用程式来下载祈求的愿望。有看到吗？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找一个 QR code 下载，其实这个是真实版的 QR code， 全部下载都有了。所以谁说元宇宙现在才正准备要开始？
以前就开始了，对，好久以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对不对？来，我们再继续往这边走。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在现场哦，都想要来看这么精彩的这个展览。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位大哥，来，大哥你好，大哥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来自台北？台北，你就是这个。台北人，台北人啊，对对对，你来想讲要来这看这个展览，因为在宝岛山大看到这个资讯，然后想要来了解一下。在这之前呢，你对这个安息福啊、王爷啊有没有了解？完全没了解，所以想讲借由这个展览跟机会来了解一下台湾，比较自己比较不知道的那民俗文化，庙会文化，所以你已经来看过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个你来对了，因为我们展览呢，到6月7号，真的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而且你来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获益良多，你要介绍更多喜欢宗教文化的朋友一起来看展，好不好？好，好，那你就跟着我们走喽，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精彩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来，我们这边走，来，谢谢你。好，那么这球呢，除了是这个祈福啊。希望可以消灾解厄以外，我感觉吼，这对新民来讲嘛是要开会的时阵呢。哦，安那讲开会，你甲看这咱的画面，来，我给各位看一下。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在2020年那一年的浙江。他们所有的众神，来，我给大家看这个标题：神明都去进修练功了，凭什么你不努力就想万事如意？我那刚刚，说我来看一个展览，突然间被打醒的感觉。这是写给大宝看的，对不对？我们没有，其实大家都为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呢，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你坐着想，凭空想你就可以得到，那是要努力的。心明都在升起呀，心明都在进修啊，我们怎么可以不努力？对不对？是因为你跟我妈妈无干，这是看保养品就过期，我话现在安尼只没用的款啊，你是理由？发上市阿伯是够威呢，借啥你？包你呀？你是什么歪？你会看到很多你以前不曾看过的东西，那个现场画面为之震撼，为之震惊。好，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有半年休打嘛，还有席制的这个斗灯以外，这一幕你千万不能错过。来，我们跟镜头来到这里，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大宝，这献尾白呢？献尾白，献尾白，这嘛拢足久的啦，你像这个献尾白其实啦。它的历史也很久了现在看到咱这三块张礼木三千岁，这个献尾牌，是从日本时代到即卖嘛100年啊。100年啊！志豪哥，甲你报讲吼，这看店要安怎看？哎呦，你看咱这献尾牌，这是本人哦，本尊正品一家。你看100年前，家的安金、金葱、金箔。而且还有一个很难得，连现在我都觉得有难度。你看咱这县委白雕刻五雕杠安西富丁富千岁，它所有字是连在一起的全部都连在一起哦。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雕刻，它是全部连在一起。起来你看这个钢甲用的材质偌好，100年前哦。真正无简单吼。来，除了这个县委白，那么把镜头往前拉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喂，这好可爱哦！这是什么？
这就是迄，阮伫迄安师傅的时阵入去大殿啊。童子传香炉。但是这个超级精致，因为那铜那个铜柱传香炉老就大大座的嘛。啊，这我居然可以在台北看到一个复刻版，好可爱哦。高追高追。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复刻吗？哦，咱就是希望会当呢，从现场尽量咱把迄个震撼呢带来到咱这个展场。所以呢，主办单位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思。这个是用我们最新的科技做出来的 3D 列印，怎么做的？我们就来访问这一位我们厉害的许老板。许老板你好，来我们站中间哈。好，许老板，当时候呢，你接到这个任务啊，要来制作童子传香炉的这个复刻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其实 我本身是中部人，那我在小时候就听说过安息符哦，所以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是就是觉得非常的高兴啊，那也有一点担心啊，因为担心什么？太有名了。哦，对，那因为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到现场去看过。哦，对，那因为这一次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到现场啊，一到现场更不得了，哇塞，怎么会这个庙这么大一间？嗯，对，所以说带着那种谨慎跟虔诚的心情去完成这一个工作，这样。嗯，觉得这个任务非常的神圣，非常的重大，对不对？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输出的跟原来的那一个尺寸的比例大概是？这个缩小2.5倍。2.5倍哈，大宝就看过他的本人，对不对？对啊，但是那个原本的铜柱团油炉，那是一个人爱安尼手张开这么大一个炉啊，你怎么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这么精致？我看咱们两位铜柱的细节都能够还原的这么好。然后把它缩小起来的。刚刚有听到大哥，您有提到那个，你叫我大哥哦，你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帅哥，没有，这样比较好。就是我刚刚有听到您提到那个元宇宙，那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做所谓元宇宙的入门的设备，就是 3D 扫描设备。哦，对，那我们这一次这个香炉是以 3D 扫描的技术去把它完整复刻下来。那我有问题，因为其实现场这个炉它雕工非常非常精细，那你当初在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个地方特别困难？第一个是它的材质，因为它的材质本身是比较不好去做 3D 扫描的材质，对，然后其实我本来很担心啊，然后到现场试了之后发现其实还可以，就是花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去就是去克服掉。那有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炉本身很大，那就是而且它不可能可以移动，太重了，所以变成是我整个人要基本上是趴在地上去把一些细节都完整，就还要钻进去啊，就是各个角度这样子。对，没错，因为没有扫到的地方，它就是没有办法还原。对，所以你等于是你在现场一个地方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就是你人工去把它用电脑用扫描的方式，全部把真正那个咱主炉的铜柱传香炉把它扫起来，这样。没错。哇，那你这样花了多久时间在做这些扫描前置啊？扫描的部分大概花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那一直在这边弄。对，那后面的就是包括修图还有列印这一块，花了大概将近1周时间。嗯，对，总共做一礼拜呢，很棒。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你也非常的尽心尽力。这个复刻呢，可以说把很多的这个细节呢，忠实的呈现的在我们这个现场哦，非常感谢你的用心，谢谢你，谢谢。好，那就如同呢一开始志豪跟大家讲的，今天这个展览啊，除了让大家看到一些除了文字上的照片上的记载，你也可以亲身的可以看到这些这么珍贵的百年文物。那么虽然呢我们的童子传香炉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那么给你复刻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用心的。因为咱庙上重要的除了神明以外就是炉，但是我们又希望说把咱的3000岁的这个神威尽可能的传递到最多的地方，所以用到这么高科技，咱尽量把炉那还原到现场，等于是又兼顾传统信仰，又能够在现代的这个看展的这个规格里面能够呈现。讲，你看，这都是咱的铜柱传香炉啊。对啊，所以讲你来看，我们借由网络的直播就这么精彩了，观众朋友你千万不能错过。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松烟文创园区的意义空间，到时候一起要把握时间。但是今天我们开的这个直播，除了要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我们现场的精彩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头戏。因为我们现场来了很多的贵宾，很多的好朋友，是什么呢？来，现在跟我走，我们这边请，一起走。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早。大家好。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啊，除了贵宾以外呢，还有很多让你荣幸的朋友都来到现场。我自我介绍，我是许志豪。
大家好，我是真田金丁。大家好，我是柯大宝。来，我们呢在介绍今天所有的贵宾之前哦，当然马上先来介绍咱的安溪户的管理委员会大家长主席委员林清标林主委，掌声来欢迎一下。主委好。好，也是呢，我们主委的好朋友问政的一名，好不好？我们的蔡壁如蔡委员。委员好。委员很早就来了一直在这边，他要陪我们到最后哦，好，我们呢还有几位贵宾要特别为各位唱名来介绍的，是咱台东哦安溪宫林元发林公主，辛苦你哦，辛苦你哦。好，来自淡水耶，淡水镇天宫周敬忠主委，周主委。对呀、啊，新增的朋友哦，新增的博安府李文姐李公主，谢谢，以及在座拢是贵宾 VIP 的那些乡亲朋友，大家好。恁算上内行的啦吼，然后这个时间来看展览吼，啊，不过今仔日呢，咱有一个重头戏要跟大家来分享。明仔载是啥物日子？你敢知？明仔载。肉，你讲要吃肉粽，肉粽节。我知影肉粽，但是它不叫肉粽节。五日节，吼，五日节，五日节呢，不是除了要这个白龙船，吼，啊，除了这个要吃肉粽，佫有一件代志，吼，就是要做香包。拄好我伫咧开会要问讲哦，迄个阮的头家甲阮讲，至少香包代志是要安怎讲，阮咧收几半步呢？有人知吗？有人知吗？咱敢若主持人拢讲香包吼。你们拢讲香包、哦，来，我看线上的朋友，你们如果有知道香包，香包的台语怎么讲的，留言告诉我。还是现场的乡亲，你若知影香包，还是古早，古早是叫什么？有人讲哦，啊，香包吗？香包，香包。啊对，伊讲较早台语叫做香包啦，就叫做香包啊。你是做想要讲开讲的，刚刚要讲一个文化现象，你甲翕一个啊啦，咱的监视甲翕一个啊。我打给一个功课，我们线上的朋友一起去做功课，因为来看展览就是学习，对不对？多学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就开了一扇门一样啊。那为什么要做香包啊？香包有它的这个用意的，对不对？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因为咱知影讲吼，端午节就是五日节，但是志豪哥你知道吗？在咱台湾的传统民俗里底啊，端午节其实跟屈原无关系啊。我一直以来都。把屈原跟端午节放在一起。屈原的故事是在我们整个中国的以往的悠久历史里面的故事，但是在咱台湾本地啊，咱较早在过五日节，其实是其他原因哦。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五日节这个时节到啦，人讲迄个瘴疠之气会开始起来，开始起来了，咱就需要讲用足侪这个手段来去做这个，把这些瘴疠之气能够排除。那所以才慢慢的才会有这些习俗，比如说香包啊等等。甚至讲，咱的穿粽这件代志，其实是为着祭江，祭江啊，祭江。因为较早咱古早人拢挖水的生活，你生活你啊什么代志也是运刀啦，拢是用着这个江水啦、溪水。所以祭江这件代志，就是伫咱古早时最要紧的代志的事情啦、啊。有一点像是说，我们也希望。哦、大家都民用两利，大家众生都平安，所以咱在台湾传统民俗上五日节其实是有它的由来的。哦，就是为了祭江啦。我想讲大宝过日节，我是看宝岛声很大学起来。伊过这段过头过几个月，对对，太难搞咖呢吼。啊，真甜呢，真甜，你敢不知道想要做香包？我想讲香包应该就是香香的东西啊、哦，然后可是我知道香包还有一个用意是有时候可以祈福，祈福对消灾解厄。哦，其实呢，古早人的这个智慧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最常在古里这用到的这个草药就是艾草，对不对？这个就是艾草啊、哦，艾草我还记得较早细汉，我阿妈拢叫用艾草洗身躯嘞。以前拢会讲艾草要放在门口，对不、欸？就是因为伊就是。避厄的功能，是，它外草的功能很多哦。其实外草你不管吼、哦，你是要今仔日做香包也好，还是说你出外有当阵啊，去有当阵爬山啦、青山内底第一次去的地方啦，阮阿嬷拢会甲我讲、你要出远门，迄较无唔知影的所在、你外草扎身躯顶。你把它插在胸口垫，等于说它可以帮你挡掉一些。对，所以香包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你们想不想要香包？我做香包送给你们，好不好？要的人拍手，我看一下，要的人。好，都要哈。好，那我们呢？咱做不一样呐，好不好？
咱来邀请两位咱的顶官贵宾起来，咱做会做，我们一起来做香包。那今天的这个香包特别不一样哦，哈，我们香包用什么来包？我们用的是，哈哈，这厉害哦，王爷公的香花茶啊。所以说你拿到香包，它不但只有香香的而已，它还有王爷公的这个加持。而且这个你看看这好不好？这个香火袋本身，咱都有张力哦，三千岁的福灵平安符的顶管啊，哦，双重加持。对，我们这样好了，有香火。我们这样好了，现场的朋友想要，我们送，好不好？好啊。线上的朋友也有机会可以得到。好啊。等一下怎么得呢？仔细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播出。那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主委，还有我们的蔡委员，来，有请两位上台，跟我们一起来做香包。两位委员，来，我们这边请，谢谢委员。我用这边恭维一下吧。跟大家打招呼一下。OK， 好，这个是直播节目啦，直播，是好啊，美女啊，跟大宝，我三个这样搭配吼啊，其实那个朱毅吼，那个跟他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吼，在大概是这个伫这个麦寮台西这个所在吼，去安西府大概。做各位的工作，大家都熟悉，其实是规台湾的青龙仔啊。啊，所以刚刚那个志豪有在直播上面讲，希望讲按中南部的一挂这個中迄落公告的信用，用个甲带来台北家，和天龙国人认识一下。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传承哦、喔。因为足侪人即卖与即卖少年人，可能唔知影讲按我们一些传承，按谁护卫他的历史故事是怎么来吼。我觉得这是很可惜啊！但你一定要听朱毅来跟你讲吼，你不要看朱伟这样，朱伟已经八十几岁，三位真的他已经83、84岁了，保养得很好哎、欸，朱伟。你的泥可是我的泥土哎，完全看不出来吧？我熟悉，八十几岁。等一下让朱伟自己讲吼、哦，你看他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然后他长期在那里推动，那他每次都。如果地方有些灾难的时候，他都会赈灾啊，哈、哦。其实共凯的义工宗教也给我们一个人心的一个滋养、嗯哦。像这几年两三年的一个疫情，其实大家应该会从宗教当中学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慰藉、哦嗯、那也希望大家其实宗教就是祈求的，就是说大家都平安。哦、我觉得平安健康应该是大家都希望的，好，好，大家就这样，谢谢。来，我们有请朱毅这边讲一下无，啊，还有咱这路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哦，这个主持人哈，阿李伟，各位大家好，真欢喜今仔大家来遮，咱这个参观这个咱这个一款安息大石。这个神影北顺，光影特展，也因为这是咱张李木会真兴以后，这艺术要来，因为这个像明仔载咱这个肉酱节啦啦，伊就讲起今仔日特拄爱来关心，哦，伊无论如何，咱这个肉酱节，咱是安怎要裹这个香包？伊要把送包送予大家各位，予恁早顿拢家家户户拢平安。伊嘛已经唔甘伊看到即个情形，以前咱是干一坏人，即摆你看即摆囡仔兼个脑膜安尼记录，即是真。阮张你要较受够兴的兴啦，我家本身体会到的啦。所以因为今仔会当来踮遮参大家吼，咱遮侪咱无论台东无论咱遮江苏来，咱遮侪人来见面，足欢喜的啦。因为咧有时间，就啊安师傅多多来拜，多了解安师傅，安师傅王爷这个文化非常厉害。当代迄三十几年代的迄个台南迄个布袋时间，咧伫温州啊，足严重死足侪人诶嘛。迄明明阮去到遐，人因无一日无有咱入去呢。啊，封起来，阮年伊是明明年就特别入去后加是说，干那干即么叫油水。泡泡的，两天拢好，无止半下拢好去。这是非常难得，这最严的，搁最咱只讲今仔咱一个姓迄个，我即个姓徐的，我即好个朋友啦。咱咧六个车都要到啊，伊驶只破事，即好个车去到咱即个，伊要落为着咱六个车都要落去拜拜。去到台南蹦，迄只车蹦到五个国，你敢知？
迄只杨过过伊落来人，就嘛伊家己都袂当落来哦，伊无来用过脚拢无伤着，伊拢无伤着，伊皮拢无伤着啦，一丝仔都无伤着，啊过脚踏有哪踏出来？好是几台烂去，啊拢无伤。嘿，无法当出来，出来当中拍好迄个，拍好叫用一个用个拖车的啦，迄拖车的来，讲也恁主人咧，啊阮主人就是我，哪有可能遐只杨过过你拢无伤着？伊还阁请一万块钱，才请到阮五人去拜拜。哦。伊工厂，你要讲今仔我要拜你，安我这车拢用阁我叫拖转啊，这配要卖啊，紧啊！你安怎补哦？我逐年都来甲你拜。嗯。迄个咱这个是予咱意料未到的。嗯。所以咱这个所一帮，咱唔则讲基本咱丁王对，吼、哦，咱来谈来这个咱这双胞来送台北一挂咱有缘的朋友。嗯。啊，对你。哦，咱球场了要千岁，但拄即回非常严峻，即个即试验正做唔中个咯，已经变化甲讲，迄囡仔安遐，但看我来看新闻，看甲足艰苦个啊！啊，但是咱这辈子咱无法度人去安怎都立位，练你足好个，你拢会当上迄落，这真好啦！啊，这真好啦！啊，感谢大家！哦，要若有时间。恁呐，但拄仔讲啊，阮咱迄香炉，恁有时间来爱来拜拜啦，无两拜拜爱来底看。好。嘿，有够水，够够迄落，你甲金车都有人，啊，这个大家嘿，吼，谢谢。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到现场去感受最好。那今麦那边来邀请吼。咱来请注意哦，啊，请咱李贵哦，我们再来制作香包。我们将这个已经调配好的这个香料哈、哦，我们把它装进去，好不好？现在厉害哦，我们一人做两个，好不好？几人做两个？做两个，哈、哦，来开动。来，真田，你爱搞注意到啥档哦？我甲大家小介绍，其实咱香包内底为什么咱这回做这个香包这么有意义呢？除了说香包在五日节这个意涵之外呢，其实因为你看这内底艾草。宫丁香、薄荷、紫苏叶、白芷、石菖蒲跟银花，现代社会咱即马足侪香包，咱用买编的，内底其实是香精，你知无？迄个香气，迄是用香精来的。但是即回咧，啊，咱今仔日咯，咱奉着咱的张立波三千岁，咱要做这个香包，咱用的拢是上传统的、上天然的，遮个草药，佮加上咱抹草，吼。你尤其讲讲实在话，咱即摆伫台北啊，你要买到即种真正正港用草药来做的遮个香包，原来真困难。所以今仔日吼，咱等下现场的朋友，咱嘛加做几个，啊，甲大家结即个缘分。尤其咧，拄则有讲到，这唔呐讲香包会当消灾解厄，啊，带伫身上消除瘴疠之气以外，我拄则偷偷啊甲看哦，咱这香火袋啊内底，注意啊。内底是毋过真正咱王爷公的香火，阁有入伫内底呢？有咧，香火咧。嘿啊！这张礼木无所，就是我抓信你，我抓得起个啊。嗯。我即款信闻张礼木是出名食歌啊。哦。因为咱张礼木无所不能足厉害啊。对啊，所以咱即卖即个香包咧，除了讲咱即卖现做，我们亲手做，大家拢看有啦。啊！大家摕一个刀，阁家家户户，咱囡仔拢平安。对。偏着芳芳，啊！王爷公阁甲咱保庇着呢，嗯。伊今日提长，伊就甲咱保护啊。即个行过都。安尼注意啊！咱讲到安尼吼，不管是咱现场的朋友，还是线顶的朋友，愈听就愈想要爱这个香包。无我看安尼啦，啊、我阁麻烦你阁帮阮加做两个，好不？好啦，好啦。你加做几个啦？无我惊等下送无够呢。好啦，好。你亲手做的哦，啊，用较甜的哦。有。其实哦，但是这么看哦，因为疫情呢，已经在这个啊，我们的世界已经存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了。那你希望讲哦，王爷公哦来给咱啊，搁给咱保庇，好，这个疫情的早日赶快结束，对不对？哦，无只做烦的呢，吼、哦，安尼这不能无看到大家谁做什么款的，拢叫口罩扛起来。你敢知道我谁做做烟斗？你敢知道？你有看电视无？啊，咱特别讲困难看烟斗啊，是电视看烟斗。尊人吼，讲话真实在呢，特别讲，恁家电视拢无歹去吼。好，啊，咱尽量做啦，咱尽量做，好不好？因为呢，我们同时呢，线上也在直播哈。透过呢，三立电视台宝岛省很大，我们现在同步也将现场的这样子的精彩，而且这么有意义的制作香包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哈，我们也把这样子的福分传递给大家。等一下大家不要慌，因为我们也会送给线上的朋友。但是最基本的条件，你要按分享，哈，抽到你如果没有分享，我们就把这个香包给别人了，好不好？谢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朱毅哈，感谢你，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咱蔡主委啦，因为伊这个在百忙中是无非常无简单来，所以你看嘛，咱要叫的，虽然我113个，我内底嘛实在最少有半个，我嘛无了别叫的对。哦，因为这个伊真热心，搁真迄落做门证，这无人一堆的，才讲百外一份头做一个。上好，咱的好朋友啦吼，再见，谢谢好。阿叻吼，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我来问现场的朋友，我看你有上色看展览不？好不？咱问三题啦，问三题啦。你讲猛料，现场要抽的就对了，就送啊。直接送，答对了就送，那答错的我们也会送的，通常都是这样。但是一般来讲都会答对啦。对。拜托个，这咱上较亲的这个相亲朋友啊，对不对？你无你问一个上困难的。上困难的，好不？好，来，爱起来。我今日我问这个很困难。很困难，因为这个神云北巡特展，哦，我们有三位主人呐、啊，朱林主公啦，朱林公，没有。我先讲，你讲问讲香包台员啊，讲你用煎哦来讲。我拄只山顶，大家嘛一直拢唔知香包包，有足侪人讲有啊，我拢念香包安尼啊，但是。好，来，现场的哦，现场的山顶的等的，山顶我等的问较简单的，好，请问。咱这回这个神隐北巡特展是由咱台西五条港安社府对不？咱五条港安社府的主神对啥位？这就困难了。啊！你讲出来，别个就知影答案啦。我无听到。无，你爱咱举手哦，拼举手的哦。你今一个上少年的啦。对。变成三年厝的，你咧先变成三年厝的。变成三年厝的。现在来这上 UK 的。袂当建议啦，袂当建议，对啊，你等再。好不好？我们一二三举手好不好？来，一二三。好，最后个对决熊少年。无这派人哦，你走啊！这派人哦，你走啊！啊，真田，你选一个。哦。各几拜？一二三。啊好，看到这個，好啦，这個、姐姐啦，上少年的这個姐姐啦，来，姐姐，请你起来，来，咱破声甲鼓励伊，才行过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有点困难哦。你都要讲这个姐姐，你叫姐姐一转我头光边，你较细汉。我姐姐今日都无要接受私讯哦。哎，姐姐，来，请。姐姐贵姓？李哦，李小姐哦，啊，你为对来？淡水北投的田江。哦，北投的啊。淡水吼，哦，真难哦吼，知影会来看这个展览，你算内行的吼。啊，拄仔伊问去提示，今仔日所有题目里底上困难的，你来讲一下。来，这个问题吼，咱台说五条港安社府的主神是对如意。让你无负三千岁。哇，有。哎呦，唔使讲，你知的。你看这一个，这后边坐的迄料，这料较饱哦。有。哇！知影经济啊，厉害。啊，互你平安哦，吼！啊，你啊早你先开店，好不好？我先给你恭喜一下，吼！谢。要困难的，就是看大家有在看展览无？好，我要问，伊顶一摆做招是啥物时阵嘞？顶一届是，你是讲，哎对，哦，未使讲吼。你的意思是最近一届吗？对，最近一届是啥物时阵？对。你讲两年前迄届是啥物时阵办的？对。今2022嘛，两年前迄个，你去办。哦，这太难了吧？有人猜不？不，我觉得这题要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思考一下。就是讲，现在真田的问题是。咱五条港安社府最近一届做酒，都两年前迄届是当时办的，你问的是安尼吗？对。七条大酒的时阵啊。嘿，对。拄仔拢举下手啊，你就讲等一下，咱来共处。大家拢知影好不？你敢知伊提出偌大的勇气才去举手？伊一日举个。啊，无你啊，你来共处啦，我来共处啊。你今仔人太气啦，真正吼。公主，我这题太困难了啦！啊，那三位安尼俊男美女的这个主持，哎，讲来讲足困难。
袂啦，啊，都定咧接受，就你无要真细嘛，爱知影讲咱咧基主呢，啊，才做大招。正确答案，我知影是基主呢哦，基主呢哦，基主呢哦，正确啊。耶！即马是2022，啊，两年前是2020，哦，2020。强子就讲你讲基础年我知影啦，无顺年人年年我知影，你讲2020几年我也知2020几年。啊，就是讲，啊，就基础年，我就拢用基础年，你免硬硬硬。你讲这位主持宝岛声很大，我较会使哦。而且你这涉水甲咱真田拄好斗一组呢，你感觉？来来，徛较中咧，徛较中咧。对对对，哇！你看恁两个今日拄好斗一组安尼。有啦，你敬敬一个，你较巴甜。好，感谢。多谢你哦。我来做小问题，好不好？谢谢姜哥。好，我只想简单啦，因为这两颗到田里了哈。拄好介绍后边迄个百年香打对不？对对。百年香打吼。安那啦。昭和几年？哦，我给你看，你看，大家都歪看。拄仔都袂遐认真啦，你看，即摆大家都歪过啊哦。昭和几年啦？迄百年的物件哦。我无可能甲你讲昭和三年啦，我绝对袂甲恁讲。好，准备好未？准备好阿未？好啊吼。你伫讲是三年哦。我问者，咱坦白讲，我问者吼，除了头前遮灯光贵宾，现场咱遮乡亲朋友，现场吼年会上济，啥物人？有无？结果即摆无人要承认哦，无人要承认。啊，我来甲你讲，主委头前张我无算嘛，恁后壁的年会有无？超过来有超过70的无？75？75？还是歹承认，歹讲，歹讲。72？啊，拢你袂使三题，拢你啊。68有啊无？68无？81就歹承认啦。我来81也免问，这81我直接送了啊！直接送啊！我先甲讲你，81回春来看咧，这阵时阵那个高龄感觉好吼。哦，你讲几年交哦？三年哦！哇！你好，你好，你好，赞赞赞！好啦，咱今日咧，这个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哈，真的很感谢。那感谢咱朱玉辉兄的用心，以及咱所有的管理委员会的干部，咱的副主任委员，咱的这个协助，当然也要非常感谢，百忙当中。真的愿意来到这里给我们帮忙的，我们的蔡碧如委员，真的非常谢谢你。当然当然啦，啊，还有咱姐姐现在又讲咱这主任委员呐，当处长，啊，还有上届天成的咱这乡亲好朋友，感谢恁的莅临。谢谢。这么好的展览，咱必须要让更多人知影哈。我们的展览一样持续在进行到6月7号，地点就在台北市的松烟文创意义空间。真的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展览，哈，我们看到这个啊，云林的啊，这个安溪府，除了推广在地的网友文化以外呢，他们与时俱进，那么结合了最新的科技，呈现一个这么样有意义的展览，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网络直播持续进行，对不对？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感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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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做直播，要抽这个，啊，来来来。合照对不对？我们要合照对不对？啊，来，咱今仔日即卖咱拄好，咱现场来贵宾，咱做位来头前。我们等下线上送三个，还有毛巾十条。线上的大家，线上的大家，我们等一下要抽香包了啊，等我们一下下哦。来，咱现场好朋友，咱嘛来头前邀请咱安溪府的所有委员来请。啊，来，进来翕相。好，来，大家看头前哦。好，来，一、二、三，来比个赞好不好？来。赞。来比个赞哦。安溪府赞。好 ，OK。好没？好。小妹。先带去。好没有？先带去，然后这个。
他们三个要再还给我。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带走。赶快，赶快。来，你们等一下，我先做完采访。OK， 你慢慢来。来来来。来，你先弄。哎，大家可以自己装哦。一样拍，让给大家看。他们要先保护。对对，江总哥说他们先保护。就拍房屋给他们看吧。直播还在直播。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哦，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安溪府哦，它在云林台西，事实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偏僻，可是它却是全台湾哦三位王爷的这个祖庙哎哈，非常的兴旺。那这一次呢，能够借由跟三立电视台的结合哦，那么用一个声音北巡的一个主题，一个新形态的方式来到台北，等于也就是把王爷的这个加持也带来台北，把神威也带来台北。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然后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或许一开始一知半解，但是透过展览，我们能够循序渐进的介绍更多的这个背景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建教的意义以及那个震撼。我觉得非常这个展览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设计，对不对？而且这次这个让神隐北巡特展。选在这个松烟文创园区的意义空间这里，其实因为这边我们知道是在北部地区做展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过去呢都是科技展嘛，对，或者是一些现代的展览，艺术家现代展，可以在现代的这个展区里面看到我们台湾最传统，咱五条港安溪府独立部三千岁，而且这次这个安溪大教也是空前的一个活动，透过新的方式把它用现代艺术展的呈现。然后在这个场域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与时俱进的霸尼瓜的老庙，但是有一个新的往前走的一个方式。是啊，而且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觉得有一件事非常可惜，就是他在云林这个地方，很多人很想要下去一探究竟，可是真的没有机会，因为可能也有点遥远。但这次来到台北，让所有的北部人都有机会可以欣赏一下我们张礼墨千岁的这个风采。而且这个展览其实还蛮久的，一直到6月7号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一直都有展览，所以非常推荐北部的朋友们有空一定要来现场看看。这样够吗？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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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香包，香包，来哦！我们现在线上大概有，现在换5000位，现在线上来，我们现在就要先抽一个，然后我们线上抽几位，志豪哥？香包三位，对不对？香包三位，香包三位，我在加码哦，我在加码，这个毛巾，这个什么毛巾？这个毛巾我，志豪哥平常在家洗脸用的，不是，在家用这个。对我来说太小条，这个对刚好，其实这是非常好用，因为 我自己有在跑步嘛，这个是运动的时候在用的这个毛巾，很方便，而且它的吸水很好。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上头的字样是非常值得收藏。它写什么呢？它是这个庚子年，就是这两年前的这个建教那时候做的一个纪念版，对不对？很难得，这个我加码10条。哦，加码10条，所以一个人拿10条吗？好不好？一个人拿1条啊！而且这个毛巾已经绝版了，因为你刚刚说它是庚子那时候做安溪大教的时候的，所以这个可能下一次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好，那我们现在怎么送呢？我们线上一样跟大家做互动哈。我在讲，不管你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问你题目，你只要你最基本的一个资格就是一定要分享，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直播在哪里？哪一个平台 ？YouTube。抽 YouTube 抽，白老师在 FBYD。好，对，但是我们抽奖都在 YouTube 抽，而且在 YouTube 上面说哦，而且你一定要分享，绝对要分享。我现在出第一题了，好来，好不好？所以一样是大家抢答嘛，然后狂刷，
我们下分隔线，然后分隔线上面那一位就是得奖者。对，那志豪哥现在要先抽什么？好，我现在第一题，我们先来送这刚刚我们做出来的这个香包。香包，端午香包，这香包很厉害哦！你们刚好看节目就知道了，这个上面我们是用王爷公的这个香灰袋啊，这里面真的有请他的香灰在里面哦。底下这个香包其实只有在现场才拿得到，所以线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赶快分享出去。抽三位好不好？不挑样哈。第一题，我们刚刚说呢，这个这么有意义的展览啊，叫做安溪大教神隐北巡，我们所展览的地方在松烟文创的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空间？意义空间嘛，对不对？什么什么空间？刷起来，好不好？我们以真点的分隔线上面那一位。好，大宝的好，大宝三位吗？时间够不够？我们一次三位，好不好？好，一次三位。我们就真点，我们就真点的分隔线上面两位，下面一位获得我们刚做的安溪府三叶三位王爷的巡回德亚的香包，没有问题。好，现在先给大家一点时间，让他们刷起来。什么空间？什么什么空间？意义空间。第一个意是什么？艺术的意。第二个呢？意。我们不能泄题啦，摄影师。这次我们千万不能泄题，这是个意义空间，不是我们不要泄题哈，赶快刷起来。艺术的意啊，然后呢，这个是异界的异，异界的异，异空间哈。我们这么棒的展览在哪里呢？在松烟文创的什么什么空间，刷起来了没有？刷，现在正开始哈。好，以大宝的手机为准，是不是？用大宝的，上面两位，下面一位，而且记得要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会检查哦，要分享哦。如果你被抽到，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分享，哇，怎么办？尴尬了。那就是开心的是小编，小编就可以，因为他通常会把礼物干走，他就会自己收起来。小编都做这种事情。我跟你说，我们最多礼物都是小编。对。我们宝岛盛大的小编，光是做这个工作做到致富哎、欸，做到发财哎、欸！所以你看前几天才抽了一波、那個，抽了一波那个白沙土。对，所以讲一定要做。其实分享非常的简单，你赶快分享出去。我们现在准备来下分隔线，倒数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请下分隔线。等等，截图。截图。好，我们请大宝来公布三位朋友，三位哦，上面两位，下面一位，恭喜 YouTube 账号赖明宇、陈昌以及 OKO 三位朋友，镜头看一下，恭喜 YouTube 账号赖明宇，然后陈昌还有 OKO， 以上三位呢，你如果收到消息了，赶快去私讯我们宝岛神很大的小编，小编就会把这个限量的、只有现场才有的香火袋送到你手中，送到你家。恭喜哦！恭喜哦！来，刚刚加码的还有这个运动毛巾，绝版的这个更难拿到了。这个更难，我自己没有，我自己没有。制作，现在要改送九条就好。哦，你自己拿走一条，不要送七条啊！我们一人一条，然后我是这样子的人吗？是，送五条，因为我家有五个人哈，我需要五条，没有，都送给大家，十条哈。这个十条呢，我们分两次送，两题，好不好？大宝先来出题，一样分隔线，上面三位，下面两位，来，大宝请。这个问题我们要问一个稍微更难一点点的，啊，这个有在关注八神，他应该会比较知道。这次这个五条港安溪府的这个神隐北巡特展，也是第一次安溪府，好来到松烟策展。请问，咱这个安溪大桥神隐北巡是五条港安溪府与哪一个单位的首次联名？哇！与哪一个单位的首次联名？哪一个单位呢？啊，志豪哥在走秀了啦！好帅，好帅！我告诉你，宗教文创也可以穿出一个时尚感，一个高度。跳了，来，我们哎，怎么样？你问完了没？问完了，完了。这一题要谢题，我只能推。对，因为我不好意思推哎，你刚刚说的题目是什么？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走秀。这次是安溪府跟哪一个单位的联名？这个展览。跟哪一个单位的联名？这题如果再答错，这真的是哦。跟哪一个单位的联名？大哥现在不敢推我。就你推了这样，许志豪刷起来。这个单位五个名字。哦。五个字，不是五个名字。我们身上五个字。我们身上都有。对。好。这个我们要抽出几位？上三下二。
上三下二，上三下二，好，刷起来了没有？请问刷起来了没有？有人刷了，刷了，因为都你啦，你刚刚把镜头推过去，要有人回答许志豪，不是跟我联名，不是跟我联名，但是是跟我邀请我一起来参与啊。但是联名的单位是谁呢？这个单位，他是我们三立电视台的骄傲。它是我们媒体界里头宗教文化推广的翘楚。好想帮你下配乐。它是我们的明灯，它是我们的灯塔，它带我们上山下海。好，到底要不要抽啦？上山下海是另外一个节目。好啦，到底要不要抽？上山及下两。倒数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刷起来，二。请下分割线，截图。我们要恭喜的是哪五位朋友？哦，恭喜 YouTube 账号一二三七条弦哦，这个常见到的账号啊，七条弦。铁粉，魏佑宇、梁博勋、朱廷凯，这也是熟悉的神粉账号了。然后别还有恐龙、Dinosaur。恭喜以上五位。恭喜。YouTube 账号五位朋友抽到我们这个我条杠安塞户，给祝你七条大脚安塞大脚绝版毛巾，恭喜恭喜恭喜！哦，反正恭喜以上五位，我们还有五位，对不对？对，换真田出个题目。啊、我们五位，哎、欸，那个我想出一题。好，那你给你出，就给你。那我出。好，我可以在这边告诉大家呢，国历七月七号我会到安西府，我们有一场非常盛大的祝寿的晚会，我可以讲吗？我可以讲吗？可以吗？我已经讲了，好。你不能说当天的这个晚会的卡是非常的坚强，我会去主持。有你就够坚强。还有像是多来的，比如说像秀慧姐，哈。我们两个共同主持，他是我的好朋友哈。当天晚上会非常的盛大，所以我们想要借由今天的直播告诉大家，当天要来看我们，好不好？一起来感受我们三位翁牙的神威显赫。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呢？请问，我刚刚有讲日期了，是不是？你有讲了。那他们有在听吗？我不知道，好像是七月七号，是不是？我们就问这题，看他们有没有在听，好不好？国历嘛，对，国历。对啊，七月七号啊，七月七号，国历七月七号。刷起来，上三下二，刷起来。几月几号我会到云林五条港安西府主持盛大的晚会，好不好？大家开始刷了没有？7月7号，每一年都要。拜拜，下期。所以这一条是刚刚主委跟你敲的。因为他在现场跟你敲的。马上现场。你是说表现太好，然后临时加的吗？临时加的。哦，临时加的是下半年的三场，这个不是，这个是 schedule 上面的。好，好，刷起来了没？刷起来，我们现在准备要倒数喽，现在要赶快速度刷起来才会抽得到哦。好。上三下二。其实我们透过展览让大家知道说，哎、欸，安西府哇，有这么灵验的三位王爷哈，他不但是只有当地人民、当地民众的一个信仰中心，事实上他的神威显赫已经远播海内外。那我觉得呢，七月七号真的是一个大家难得的机会，大家一起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除了来看看呢这个精彩的表演以外呢，真的来看一下这里这么富有历史文化资产的一间庙，来感受一下。为什么他总是可以在国家面临很大的危机的时候，他出手来帮我们加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倒数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请下分隔线，请截图。好，恭喜 YouTube 账号哦 ，Doring 哦，小彪继续新加坡了。恭喜 Doring， 还有我们 YouTube 账号祥，还有我的眼睛，祥伟林，还有姚廷旺，还有强哥品勋煌，恭喜五位朋友，恭喜，也恭喜刚刚上述得奖的几位朋友，记得赶快私讯我们小编。如果你没有私讯小编啊，拍谁这些东西就归小编所有了哈。我们小编已经一夜致富了。郭太郎的秘密真的好，大家赶快，也谢谢大家呢，在今天透过直播来收看，我们安西大教声音北巡特展
的一个网络直播。是的，今天主要就是把这个展览介绍给各位，让各位赶快亲自来现场体验。那这个展览到什么时候啊？6月7号。六月七号，所以在这之前，大家把握机会，特别是在北部的朋友，特别是在台北市的朋友，在基隆市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来知道为什么翁牙公车你要联想，为什么它有这么多的神机，一起来现场感受，你一定会有很深的体会。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你们，谢谢，拜拜，端午节快乐。